虽然天气湿冷，但是林佩祥和赵少康拜票车队经过的地方，还是引起支持者热情加油和欢呼。总统及立委大选投票日进入倒数计时阶段，国民党基隆市立委候选人林佩祥抽中5号。林佩祥强调，稳定，不要犯错，继续一步一脚印，争取所有选民的支持。5号佩祥，5高赞。5号佩祥，5高赞。5号佩祥，5高赞。我会把我们基隆市全基隆市民的声音带进中央，把我们全基隆市民的需求带进中央，在中央政府争取我们所要的，而且同时之间监督中央政府任何不法、任何不公平的作为，不只帮基隆人，帮所有台湾的民众捍卫我们的权利，争取我们的权益。而针对这次的选举，佩祥目前的想法是稳定，然后不要犯错，然后一步一脚印的继续努力，争取所有选民的支持，争取我刚刚所讲的所有基隆选民的认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特地赶到基隆，和党籍同志基隆市长谢国良以及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等人一起陪同林佩祥在市中心区进行车队扫街拜票，呼吁选民立委票投5号林佩祥，总统副总统票投3号侯友宜及赵少康。侯干杯！侯帅！侯干杯！侯帅！这个柯粉是有重叠的部分，那你觉得现在有看见那个回流的效应？我在礼拜六啊礼拜天在那个叶元之那个场，韩国瑜不是也去了吗？我特别把他这个拉到一边，我跟他讲，我说哎，我说国瑜兄，我说不少原来你的支持者，特别直播组哦，现在好像还没有归队嘛哈、哦，我说是不是拜托啊、哦？那他说有了，他大部分都归队了，还有少数他会注意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沟通的蛮良好的哈。哦那当然了，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支持的对象嘛，哈，也不是说哦，原来的韩粉通通都转过来，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了，但是总是尽量吧，我们总是尽量诉求说，韩国瑜现在也是不分区第一名啦，哦，也一起在这个团队里努力了哈、哦，希望原来支持韩国瑜的，不管是直播主也好，哦，名嘴也好，哦，这个粉丝也好，选民也好，都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全力冲刺迎接最后的胜选。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